十集《傀儡石人》。呀呀！竟然不带我，非得给你们点颜色瞧瞧。呀呀！哈达，哈达，哈达呢？有妖怪一直跟着我们，妖气消失了。我倒要看看谁敢来。出发去九丝城。最后，你们是如何制服竹妖的？那还多亏了我。那个竹妖属实强大，但我也不是好惹的。和马车轮的宽度，一定是哪吒他们。哪吒不开一击，赏金倒是不少。怎么样，抓到了吧？得了赏钱，别忘了我的一份。咱这肚子一看就是大气的人。不妙，还是快跑吧。这还是从龙宫买的，不顶用啊。一个破水泡也想困住我？就这点本事？还有谁？出来！快跑啊！哪吒，抓住他们，问个清楚。混天绫！饶命啊！哼，挺威风的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。等着，就这么办。说，为什么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们？我们只想把您的消息卖给法力高强的大妖，换一点点赏钱。没想到天妖的追捕令威力这么大，你是不是应该乔装打扮一下？哼，我哪吒光明磊落，不需要。你们听好了，把我的消息散播出去，就说哪吒在九丝城落脚，不怕死的就过来。是。这样我们路上就能少些麻烦，到时候一锅端了。真是自找麻烦。哎，跟哪吒在一块儿总那么新鲜。啊，不好，少了一车货。可恶的妖怪！不像是妖怪，跟我来。车上装的是九丝城。哪吒、哈达，你们等着，等我把这一车货全卖掉，看你们还会不会小瞧我。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忘带了？没事。你等一下。
九丝城也快到了。这一路上都是剥茶的气味，偷货的贼说不定已经进城了呢。通过一下，让我进去。我们这货都是上好的茶叶。我们的茶叶自然是上好的。一个小丫头哪来的这么多茶叶？说是不是偷的？不，是我朋友的。吞吞吐吐，可以，全部没收。是。不能没收，这真是我们的。再啰嗦，连你一块带走。你根本就是想私吞。大胆！反了你了！抓住他！哪来的小丫头，胆子不小啊！看灯！怎么这样？废物，黑手，别让他跑了！结的吧，哼，那又怎么样？骗我手下，你们自己跑出来耍威风，真有你的。他们不讲道理，要抢我们的货。这么大一座城，还有这种事？快去禀报大王！是。哪吒干得好，真是的，又出风头。进城。报大王，城门口有几个娃娃滋事，黑石我拦不住，已经闯入城内了。敢在九丝城撒野，我看他们是活腻了，立即派兵缉拿。是。慢。是他吗？回禀大人，正是这画中的娃娃。只要他还在九丝城，就跑不了。先退下吧。是。为什么？这是哪吒，他可是上了天妖追捕令的，不能小看。我们的计划耽误不得。
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战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。